也袂去，我想你也袂去，但缘分若无够长，这件事心内的心事，一杯酒敬你也敬阮，你也袂去。恁导师毋是会当食肉、啉酒，甚至娶某，所以倒位来破戒。没关姑娘，我是会当娶某，也毋过不能轻薄他人妻女。会当啉酒食肉，也毋过袂当过量，还佫有沉迷。也毋过我感觉即摆我已经开始咧沉迷啊。上重要的是，没关姑娘，你是别人的太太，我竟然轻薄他人妻女，真正就不应该。哎呦，你想伤济啊啦！是我对你脚来手来的呢，都不是你主动啊，而且你也无搁较进一步啊，这就参照柳下惠做怀不乱，伊是为着要救人，唔只甲查某囡仔揽的替伊取暖，就参照你啊，你吼是为着要替我去食红酒，唔只甲我斗三工，所以这绝对唔是破戒，嘛唔是轻薄。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也唔过古早人嘛讲过。扫逆原之以守，意思就是讲，你对你的大嫂袂用无礼貌。也毋过万不利有一天，你的大嫂若是跋落水的，千万唔通因为羞礼，煞对伊见死不救。对啦，我就是这个意思啦。我来讲过你，今仔日这个状况并无紧急，你嘛无生命危险，所以我希望明仔载开始，你莫干安尼啊。妈怎么讲你啊？那安尼你的意思是，今仔日也未到明仔，所以今嘛该当尽力哦。嗯。来，关关流，不够。很会伤我，不爱情，竟然装个假老逼蛋，你们到底是安怎啊？我是有心的人呢。你是创啥啦？我咧教死你啦！你讲哦，你是不是因为我今麦有心，开始无女人味啊？身材还佫皮肤白差，你今麦心就想要我去走你做迄边啊？今仔伫咧烧肉店，我拢有看到你伫咧看赵丽娟啊！尤其是伊甲吴双到酒面的时阵，你气到目睭变甲遮大绿，有咩认出来啊？阿娜，你咧食醋？是咧食甚物醋啊？我是咧生气。我想无呢，一个查甫人竟然会当袂见袂熟、不知廉耻到这款的程度。我甲伊还袂离婚哦，伊竟然伫外口甲其他的查甫人，当大家面头前安尼相亲，而且迄查甫人阁是一个导师呢。所以你唔是咧食醋？谁食什么醋啦？我堂堂金勇食品公司的总经理，我甲伊咧食醋？既然安尼，我已经甲律师约好势啊，明仔载你甲我去一撮。律师，什么状？我要替你向赵丽娟提出离婚的诉讼。阿婆，你出家暴的呢？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决定代志啊？凭我巴肚内底即摆有你的囡仔，凭你又是我的翁婿，安怎？我袂当替你出面啊？杜伟伟，你拄啊好就好啊！你咪两阵讲即摆巴肚内有我的囡仔。你未输甲得着面皮哦，会当离阮姐姐的大门啊！我警告你，这件代志我不准你大主大意，啊，莫怪我心肝凶。得着门皮又安怎啦？我赶快会当不爱让你入门啦。哎，我安尼做到底是倒位唔对啊？除非啊，除非是你无想要甲赵丽娟离婚，对无？我平大甲你冤啊！我若是去予永俊哥家己去处理甲赵丽娟的婚姻，我惊我囡仔若是生落来，一定会去予伊阿哥伊妈一脚踢开，完一家伙仔团圆。那安尼到时我是要安怎？好，既然你无爱处理，就让我来替你处理。哎呀，鸡汤哦，加啉一挂。身体要好好照顾，唔通让大家替你烦恼。
嘛无想要安尼啊。想袂到，我卖药啊卖一世人，无甲买啊，我家己落来食上侪药啊，啊公司阁规个向关去，实在是有影弄病。爸，你着莫阁为着这件代志生气啊！因想要安怎就安怎，咱要参与就好啊。子欣，我哪有可能莫生气？哪有可能莫插伊啦？你甲看，当着一个这恶质的江大同，即马阁出一个赵英凯，这个唔正囡仔哦！哎，我连当处长位嘛叫抢去，我哪无阁东山再起哦？好好将这个赵英凯甲修理甲教训。我们来吞下就一个亏。对，阿兄，我支持你。子欣，卖讲软心嘛，啊是因先开战的啊。既然要战哦，就战一下输赢，就算讲我大通毙命嘛，不要紧。秀英啊，最近发生遐侪代志哦，我是咧想讲，你是不是应该爱小想看，你甲江大通做阿母，意义到底是咧倒位啊？诶，伊是你的翁呢，伊完全无咧甲你尊重。啊，你该做阿母，到底是有偌侪意义的？这件代志，我好好思考了。我是带念甲伊遐尔侪年感情，真侪代志拢吞忍伊，谁知影会不过这种结果，规个家拢无成家。有当时我嘛真正唔知影。我为付出遐尔济，我到底得到啥？你人江大通哦，对你哪还佫有带念淡薄仔情分哦，你就袂这么怨叹啦。我知影，只是做翁仔某遐尔济年，话结束就结束，我会感觉唔甘愿。哎，你吼，甲子欣拢同款，去爱就不应该爱啦。子欣哦，比你还搁较惨。你知影迄个潘倩倩偌超过偌过分，你知无？伊竟然敢将子欣巴肚内包包的检验报告偷换啦、调包啦，害子欣险要险要将我迄宝贝孙仔甲提掉呢。伊个狐狸精竟然做这款代志，赵英凯敢知影？潘倩倩是讲。赵英凯不知影，正经知也是假也知，我嘛唔知。子欣呐，无听赵英凯自头到尾拢总知啦，已经带潘倩倩来，杨子欣拜托个你卖过替伊讲话啊啦。是啊，你安尼戆戆哦，搁替人求情，搁叫人个爸母都爱接受因的婚姻。子欣，你哪会这么戆啦？赵英凯的爸母看起来真正派，应该不可能接受家己的后生这么无情无义，更加不可能接受潘倩倩做因的媳妇才对啊！哦，那无，那不是安尼哦。潘倩倩有心啊，啊，所以基仔因根本就无法度通够拒绝潘倩倩入因赵家的门嘛。倩倩有心，安那遐尼紧？根本真情早偷暗去。秀英啊，你到即马才知影这个查某有偌恶质哦。伊对你是真有影响呢，你一定爱找机会好好甲教训，莫阁会遐尼啊畅秋。这是当然的啊，阿兄，你嘛袂去放心煞。啊对了，新公司进展了安怎？有啦，那边我是已经有找一个人头处理好事了啦。啊，无你想讲，我敢真想遐戆戆坐遐，等叫赵英凯一声当处长。若要叫我安尼生哦，不如叫我按楼顶跳落去。既然安尼，就趁大通带赵英凯去香港出差，赶紧把专利权转移去家己的名下。我就唔是啦，无遐金家母哦，伊会当不啥物把伊出来。安尼咁好，那有啥物唔好？遐药拢是恁爸爸发明的呢，予恁小姑照因爸占去，才是真正无天理。
よし、そうしましょう。どうしようなんですあなたも今一切都要人手去叫人带去あなたが取材引起我跟你说我真的都睡不起啊，不过这是有法律问题呢，若是处理不好，恐惊会告的。你放心啦，那像这款哦，惊后尾门啊吼，伤空伤空的代志，你小姑妈就较早哦都足内行的啦，伊绝对会当做个神不知鬼不觉，互江大东伊发现的时阵哦，拢袂赴啊。所以我讲吼，你一个开嘴就无好话，爱过去的代志你莫卖。哎，秀英，是的啦，我唔是超工要提过去的代志，搁出来溜啦。阿姊，不要紧啦，过去确实是我唔对，我嘛甲潘少后悔，所以啊，我一直想要替恁做一挂代志，来弥补我过去所犯的错误。好啦，好啦，好啦，了解。我知影你即马已经回心转意啊，啊过去就好过去啊吼，现在较要紧。哎呀，咱即马动作较紧，等因无伫，紧甲转意还转意出来。想袂到对个，竟然甲杨酒店伫顶头，然后起来求伊啊，无要紧啦。我来替你出头，等下我就过去张家登门拜访，问看伊食饱未？唔好啦，应该最要紧爸妈的想法咧。啊，你若真要搁甲因起冲突，加上我甲应该伫张家，就搁较歹做人啦。这赵应该啊，顶世人真要有烧好香啊，才我都娶到你啦。若不是这尼啊坚持哦，我绝对找一个啊比赵应该好过了十倍的人来有你的家。结果这赵应该竟然唔知好啊，珍惜又顾你受这个委屈，有影是进前都我看出出啦。伊这个人若自私啊，嘛无到高中，嘛无到你我去啊。好啊啦，卖跟你讲伊啊，这一切都无我甲你欢喜讲过。你实在，好啦，无看你甲赵应该归去搬起来，我来找一个所在互恁住。到时候哦，恁免伫迄条街搁受恁欺负啦。而且上个重要的是，你计有新的代志啊，若是继续住伫个遐杂乱的别空，到迄当阵哦，都毋是恁搬出来，是恁互因唬出来。爸，你真正事事行行拢替我设想咧，我一世人到今嘛，头一遍有人真正这样疼惜我。啊，那你拄才会提伊哦？我会阁找时间甲英凯讲讲。嗯，我爸爸有咧做靠山，你免惊。以后赵英凯办项代志啊，只有听你的话，所以你一定要记，唔通甲伊想歹。爸，我的锁匙间有问题。锁匙根本无路插入，就看知影归往锁头啊！刘秀英，刘秀英，这摆什么情形？您拨的号码现在收不到讯号，所以无法接通，谢谢。我秀英的手机也卡不通。啊，无你再等一下，我去问保全，我到底什么情况？我帮你留意啊。海通，啊，你不是出差啊？你才紧转来？我来叫英台去按奶爷，我才先转来。我问着是哦，我才出门一两天尔，是安那？咱大门锁头规拢换掉，现在到底什么情形啊？一两天啊哦，咱隔壁就拆掉哦，我怕无安全，唔才紧换锁。这样也拄好，我无伫个，就随发生这款代志哦。好了，处理新的锁匙。
都是在家，今我给你啊。都是给你啊，我先来休息。哎。阿婆，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你把青青当作是空气哦？你是怎不给伊新的首饰？我不是条工不爱给伊，我那年头性地要创啥啦？要骂人进前，马上把代志问好清楚啊！安尼，你即马紧把新的首饰交给青青。我是真想要给伊首饰啦，啊，不过人来讲哦，嫁出去的查囡哦，袂许常常等下后头出大，啊，若无会歹嫁掉。所以厝内底就变去老爷房间，啊，变去老爷房间，回首饰是要创啥啦？不过你放心，伊下边阿等来七点零，我来开门。你即马是咧讲啥话？这间厝内底，我查某囝一定爱有伊的房间。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在这里？我叫按摩经理啊，因为房间要消毒。请问一下，啊，我的房间是发生什么事是吗？是怎样消毒的？你都不知道，房间进前哦，带一只狐狸吃哦，你有够臭的啦，臭到我冻袂掉啊！唔只想讲叫人清清的，啊，先煞装潢一下，改一下风水。无惊万不离啦！若果有啥人半路走出来乱认亲戚，我袂堪的。大妈，你安尼舒舒行行找我麻烦，用心计较伫咧糟蹋我，你敢咪想过分啊？我是尊重你，唔是惊你哦。哇塞，我知你一点都唔惊我，参像你这款好例子，哪会知影啥物叫做伦理，啥物叫做礼数？刘秀。你要装潢厝呢，还是要消毒房间？你是安拢无经过我的同意啊？我看你安尼做，根本就是跳过表，亲自离开家。哼！即马局势拢掌握在我的手里啊！你真正目睭内也完全无咧甲我尊存哦。卖提出一家之主的派头来架势我，你要出来转来，敢有问过我的意见？既然你都无尊重我，我哪就要紧你的想法？所以你即马一定要为着亲戚的代志，甲我贴破面就对啦。啊，你敢有讲唔对？是你为着恁查某囝，甲我袂得过，敢唔是？啊，即马连都怪我。我的房间拢已经清出来啊，啊，你还要直接过门，会用的？肯碰伊？无可能！我的查某囝伫我家己的厝内面，绝对无可能肯碰伊。无要紧，唔免甲伊讲遐济啦。为着我那无想要住伫遐只看伊的面前。爸，多谢你提议，我就答应你了。大妈，人多谢阮爸是甲我提议，讲伊要找一个新的所在，我甲英凯搬过住。啊，我想讲安尼嘛好啊，我哪无想要住伫遮，甲你啰里啰嗦啦。啊，那你？就继续住伫这间大豪宅内底，独守空闺到你老。还是讲吼，你应该有哪款习惯是？因为我爸的心从来不把伫你的心上放不下。啊！不搞我死，有人死无人干，我管这个无够用。雨欣，你输了。我请问的哦，你这下啥物资格拍我？我嫌你这个嘴皮是拄拄啊好，不是我无大无细哦，是要让你机会知影方法是啥物滋味。参前个六手牌的红仔查某，你哪人哪有资格同我拍你？你见笑，为着要得到应该，你两世间我只是感觉到来你来提掉，我讲家己有心，想要得到应该的心吗？你够不来做白工了你？想讲我咧做白工，啊，我敢毋是都已经嫁予英凯，而且佫幸福快乐咧过日子啊！
杨大妈，无你今麦是羡慕还是嫉妒啊？拢不是，我是在可怜你，因为你感情的一切啊，拢是假的。你认为用这手段，会当把赵英凯留在身躯边偌久？伊爱的人是阮子欣，所以今麦只是在利用你。总有一天，伊会像蛋笨手同款，把你蛋干哼哼。无，你今麦是搁在跟我经验分享是不？阿公家己也告诉我，大妈，你嫁我爸几十年了呢，阿个大连一个人拢顾袂出来，阿个刚徛伫个家呢，一直闹一直闹，细弟哦，你是一点么价值拢无啊？到时阵轰动这粪扫弹出去的人，恐惊是你。你点去？我今日去拍人叫唔敢来啊！当真你今天有法度拍你话是无？殿下，谁你有理啊？来，殿下，我叫你啊！啊，来，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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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煞尾啦，卖个差啦。好啊，你较戆，甲家查某囝甲计较，我嘛变大差。这个小查某有可能性地无需要查明。明仔载这物件我叫人来搬，我那边大弟家应该有无？假不是啊，我大弟。没。你讲定，多谢你。小平啊，阿多阿无灵哦。拄来新门市，叫阿你变，辛苦哎。我要下班。好啊，我拄只联络好这礼拜要去豆腐丈娘的客户，啊，我等你把资料整理好，就会当下班啦。你先回去哈。小平，有人卡好你啊。小平。喂，喂，小姐，拍谁啊？之前有我们朋友开车门去下着你的车，啊，虽然你讲不要紧，个哦，阮嘛是袂得过，啊，想讲一定爱甲你赔偿，唔知啊，你啥物时阵方便啊？赔偿哦，这款代志当然是愈紧愈好啊。哦，啊，无安尼啦，咱约一点钟后伫咧大卖场停车场稍等，好不？好啊，拜拜。有人讲要赔偿顶届伫个大卖场弄着你的车的损失，伊甲我约伫个顶届的大卖场。啊，不过我有传简讯给伊，甲讲唔免啊呢。啥物唔免？伊一个人起壮壮，足辛苦的呢，这条一定爱得。我陪你去啊，顺便看卖你有欠啥。安尼店是要安怎？袂要紧啊，交予汤姆就好啊，咱来去华山。行啦。现在叫你，你是无听到呀？啊，歹势啦，我拄只伫个耍手机，我无听到啦。你有甲叫、喔？以为我话甲遮尔啊大声，不你是臭的人啊？还是我带你去予医生检查一下，看你听力有问题无？我真正无听到呗。你出了什么代志啊？无啦，拄只我有甲车主联络啊，啊约一点钟后伫大卖场停车场稍等啊，你陪我去好无？啊。我今日真足忝的，我有啥物去啊？你家去。你这人哪会当安尼啊？迄车是你共下着的，你上晚去共陪只死的。而且对方是一个查某的，陪我去吼，迄气氛差得真尔尴尬，拜托你啦。你真足犀利的你，啊你嘛要砍拖。所以我才叫屎尿多啊。天啊！
超过，人哪袂来？靠你！喂，小姐，歹势啊！啊，你到倒位啊？我应该是接单来的。喂，是安怎啊？伊是到倒啊？我拄则要甲问尔，伊就甲我挂电话啊。啊，可能是你要搞啊，无想要互你哦加开电话钱啊。安尼，我甲卡一边看啊。